一队清雍正御制景泰蓝香炉以1.295亿港元落锤，创下了掐丝珐琅器的世界拍卖纪录。造型、纹饰、色彩、釉质，这些美轮美奂的工艺品叫做景泰蓝。它是中国传统青铜、陶瓷、绘画和雕刻艺术与西方掐丝珐琅工艺有机结合的产物，距今已近千年历史。明代是御用剑，到清代是造办处，进皇宫，他们不计工本为皇家贵族服务，所以说这种工艺才保留了下来。正在掐丝的这个盖碗形瓶，主要由寿字、白鹤、寿桃所组成的吉祥图案。一个纹样，两小节细扁的铜丝，用镊子夹住，左弯弯，右弯弯，再用白鸡粘在铜胎上，惟妙惟肖。主体部分，白鹤口衔寿桃，寓意福寿延绵。别看这瓶子不大，要想完成这样一件景泰蓝作品，至少要十多位技师，花上3-4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。景泰蓝制作大的工序啊，因为从设计开始一共就是6道工序。首先得有一个设计，制胎、掐丝、点蓝、磨光、镀金。点蓝，景泰蓝中最关键的环节。3000多种颜色，4位不同的技师面对同一件作品，一遍遍反复添色，将铜丝弯成的图案显现精致灵动。在烧之前就不能碰，一碰哗啦啦全掉了，所以这个瓶子整个颜色都点上之后，要在火里头600-700度要烧制。这个釉料颗粒的融化了，跟那铜丝铜胎非常结实的结合到一块了。一件作品历时100个日日夜夜，前后10位工匠众人打造，经历了浴火后的重生，才能显现出景泰蓝的细润与华丽。自中国明清时期，景泰蓝工艺的精细精美就已达到世界领先，并且随着远洋商船走向海外，影响着数百年来各国珐琅制作的工艺与风格。西洋珐琅画和日本的七宝烧中都能找到景泰蓝艺术的影迹。那会儿我们一个30-40寸的一对瓶子就能换一辆那个伏尔加的小卧车。一直作为国礼的景泰蓝，现如今也在不断的发展。从宫廷中的大型重器，到今天的茶壶、花瓶，甚至是景泰蓝灯饰、钟表，老手艺也在随着时代的步伐蜕变着。景泰蓝在传承过程中始终没有离开过创新，与室内装饰相结合，更是在用途上别具匠心。传统建筑结合精美的景泰蓝装饰，成为2014年中国 APEC 会议上的一大亮点。